昌来到行宫县城，在行宫经过20多天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同志写出了《寻乌调查》一文，并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与寻乌调查诞生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然而，深入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红色传统却一脉传承，形成了为实求真、公正为民的新时代寻乌实践。寻乌实践倡导司法工作，无论诉前、诉中、诉后，都要发挥调解疏导功能，厘清法理人情，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有效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案结事了。2022年6月10日早上8点多钟，一阵喊叫声打破了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何富村的平静。10多名村民聚集在李荣家的田地，他们挥舞着手中的锄头，互相指责。一场群体性事件即将爆发。李荣今年55岁，已经在何富村生活了几十年。农闲的时候他进城务工，农忙的时候他回来耕种。6月10日，他到自家田地耕种的时候，发现自家的田地已经耕种了。肯定是江家的人占了我的部分田，他们姓江的总是占着他们林多，不讲道理。李荣口中的江家人是指江涛，两家人的田地相邻。李荣认为江涛种了他的地，随后李荣便找到江涛，要求他返还。两家的田就是挨在一起，之前也是不和，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也要吵。我们就是种自己的田，不存在占他们李家地的事。对于李荣的指责，江涛认为他又在无理取闹。双方争执不下，争吵中双方在村里的同族乡亲也都前来帮忙，最终形成了10多人相互指责的局面。两家人的争执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兴国县人民法院派驻在村子里的联络法官范国军以及特约调解员江华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先安抚这个两姓族人，同时了解这个两姓族人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纠纷的焦点在哪里。李家的田呢和江家的田是连在一起的一块耕地，由于早年不是十分精准的丈量，农田的土地正在面积大于实际使用面积，如今经过紧确的丈量，两家都想要按照原土地证上的面积分的耕地，也就是说现在一家一大于二了，无法按需求分配，因此双方产生了争议。调解矛盾纠纷，他们千方百计设身处地。两性的矛盾尖锐，如果没有第一时间介入，很容易发展成为刑事案件。追求案结事了，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司法为民的誓言。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应该的，也感谢当事人对我们执行工作的理解支持。赣州法院纪事上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兴国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北部。今年3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在何富村设立了兴法铺子，并常驻了一名联络法官，为村民提供法律宣传、纠纷调解、巡回审判等服务。在驻村联络法官范国军以及特约调解员江华的共同劝说下，双方的矛盾有所缓解。两性的矛盾尖锐，如果没有第一时间介入，很容易发展成为刑事案件。调解中，范国军了解到村民李荣和江涛因为土地问题曾经多次发生口角，那么这个棘手的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在和江华商量过后，他们决定
先去李荣的家里，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李叔，欢迎门。李荣避而不见，这让调解工作无法开展。随后，范国军和江华又来到了事件另外一方江涛的家中。江涛是江华的堂叔，江华本以为调解工作会比较容易，可让他没有想到，江涛不让步的态度也非常坚决。一个晚上，法官范国军和江华的调解工作没有任何进展。范国军当天晚上接到紧急出差的任务，不能继续参与调解工作，但他想到了一个打开突破口的办法，那他的办法会成功吗？原来何福村的宗族关系在村子里的影响力很大，于是范国军便想到让江华寻求江氏宗族长辈们的帮助，希望宗族长辈们能够先做通江涛的工作。范国军的这一想法和江华不谋而合，当时也得到了我们江姓的那个长辈的支持。在长辈们的劝说下，江涛最终答应做出让步，他同意按照李荣的想法来重新划分田地。得知此消息后，江华和法官一起再次赶到了李荣的家里。哎，马哥，哎，有嘛个事好好的吧，我也发了个多感谢给哈，也没感谢。哎，马哥，哎呀，看到江华，画面上的这个女人叫郭艳华，今年35岁，家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此时她正在为她的丈夫严来发做康复训练。严来发今年也是35岁，一次意外让她颅脑损伤，头上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现在他抬几次手臂都非常吃力，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以前的严来发身体强壮，有高空作业资质，从事空调移桩工作多年。2020年7月5日，严来发前往蓝女士家中进行空调移桩。当天严来发移桩空调外机时，将安全绳绑在空调支架上，然后他又踩到空调支架上。此时空调支架突然脱落，严来发从2楼坠落至地面受伤。得知丈夫受伤后，郭艳华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从外面看不出什么，我只知道他口吐白沫，然后手上的话手臂上有点皮外伤，所以呢看起来呢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后来经过医生诊断之后哈，就是拍了片子之后诊断出来呢，就是说他是特重型颅脑损伤，就是说他已经颅内大量出血，
然后急需马上手术。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郭艳华不知所措。她守在手术室门口，祈求丈夫能够渡过难关。我老公在 ICU 里待了10天，我就觉得看有没有所谓的心灵感应，看他能不能听得到。我在门外等着他。经过抢救，严来发脱离了生命危险，这让郭艳华感到了一丝宽慰。可是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郭艳华又满脸愁容。为了给严来发治病，郭艳华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许多外债。这笔费用也比较巨大，所以呢，我们当时也就问我妹妹也借了7万多。然后后来的话呢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就又问我叔叔他们啊，包括我姑爷他们一起都借了一部分钱。但是其实当时呢，我老公当时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啊，肯定多多少少人家都会有顾虑有担心的，是不是借这么多钱，因为我们借了现在已经借了这么多钱了，所以呢人家虽然借给了我们，但是其实我们也特别理解，真的是也特别感谢他们。严来发是颅脑损伤，行动不便，后期还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可康复治疗的费用又要到哪里筹集呢？我们要及时交费，这边康复不能让他断，因为他前段时间的话，对于他的康复来说，他的手脚这些康复来说是黄金时期。黄金时期，如果我们错过了的话，哈，那么就很难恢复。严来发住院期间，先后花费了近30万元的医疗费。如果这些医疗费可以通过医保来报销的话，那接下来的康复治疗费用就有了着落。随后郭艳华拿着相关材料找到了赣州市医疗保障局上游分局。我们搜下他的材料，分析研判了以后，根据我们医保基金的管理条例，这个有第三方责任的这个医药费，我们医保基金是不给予报销的。这郁闷的心情，我还凭靠我自己个人的力量去说这个事情啊，可能是解释不到那么清楚，所以呢，最后还是没有收取我的材料，没有给我报销。不予报销的决定，犹如一盆冷水，浇灭了郭艳华刚刚燃起的希望。那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郭艳华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当他的同事得知此事后，便给他出了个起诉医保部门的主意。他们认为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在故意为难郭艳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郭艳华来到了上游县人民法院。当法官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他们告诉郭艳华，起诉医保部门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目前应该做的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去起诉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在法官的引导下，2021年12月3日，严来发将介绍工作给他的何女士和雇主蓝女士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医疗费以及其他费用。移转人员操作没多久他就摔下去了，找我们要求赔偿那个医疗费用，并把我们起诉到法院，要求我们赔偿，我们也觉得很委屈。中间我也没得一分钱，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变成了被告。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严来发从事空调安装多年，具备相应资质。在安装过程中，严来发未采取可靠的安全防范措施，导致坠落受伤，其自身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因此被告蓝女士无责。此外，被告何女士只是向原告严来发提供了蓝女士空调移装的供求消息，未从中获利，也不应承担责任。经本院审理认为呢，判决驳回了严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呢，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案件也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我觉得案件要结，事情也要了，于是运用纠纷多元化解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和沟通医疗保障局。随后，承办法官多次到赣州市医疗保障局上游分局，了解报销医疗费的相关规定，并帮助郭艳华收集整理了相关的票据。严某的那个条件还是符合医保报销的条件，所以医保局那边他还是成立了一个专帮，比较快的为严某报销了相关的医疗费。
解决了他的一个实际的困难。你好，我是严仁发的家属。2022年5月29日，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郭艳华终于拿到了丈夫严来发的10万多元的医保报销费用。后来医保局给我们报销了之后呢，我就胸口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因为的确这么大一笔费用的话，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的法院以及我们的信法官帮我们去协调沟通这件事情，他们在为民办实事这一块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一切要以人民为中心，切切实实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要做到按揭事了的工作目标。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个真真切切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近年来，上犹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和要求，努力形成以诉讼调解为核心，各种机制之间衔接顺畅、高效运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积极构建基层矛盾大调解的工作格局。2022年1月至9月，上犹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291件，充分释放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的体系化效应。从投诉到宋建奇，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执行案件遭遇瓶颈，当事人的权益如何保障？赣州法院纪事上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里是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人民法院，正在整理卷宗的是会昌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四队的队长王红。2022年7月15日，会昌县人民法院接到了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意受理中心转来的一条信息，信息显示王红被人投诉了，投诉理由是执行案件不力。丁某的这20多万是他多年的积蓄，如果执行不到位，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邓某今年78岁，2018年的时候，他出资28000元，与张某成立了一家承揽工程的公司。后来因为两人的经营理念不同，邓某提出退股，但那个时候的张某并不愿意退还邓某出资的28000元。于是邓某将张某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张某应该归还原告邓某出资的28000元。判决生效后，邓某始终没有拿到钱，于是2022年6月28日，他向会昌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邓某的这起案件，我们已经对被执行的人张某求证了执行措施，但苦于张某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致使案子一直没有执行到位，邓某不理解。张某没有可执行的财产，邓某也无法提供张某新的财产线索，致使案件的执行工作遇到了瓶颈。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邓某，这一天他和他的妻子再次来到法院，一见到王红，邓某的情绪就有些激动。很远很远，这么跑到这里的，这么这个天气，你叫我怎么办？我已经给你们投诉了，跟我市中院我也讲了，我这个现在你把我这个钱冻结了，10000块钱那个我的生活费都没有，你叫我这个，现在我那个20多万块钱始终到不了账，执行不了，那你叫我怎么办嘛？那个。在双方的沟通中，邓某并不避讳投诉王红的事儿。那他所说的他的钱被冻结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邓某是另外一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那起案件中，他应该支付申请执行人陈某54000元，因此法院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并转走了他银行账户上的10000元钱。此外，邓某还被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那个情形的案子啊，执行以后呢，法院里面强制执行把我当老赖，扣了我10000块钱生活费，
那个生活费一扣的吧，那冻结了我所有的消费呢。哎，我现在买菜呀好，坐车呀好，什么都造成很大困难。王红对邓某采取的相关措施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是邓某却对此非常不理解。这个我扣我10000块钱，案子总的是50000块，扣我10000块钱，但是我那个张小旭应该返回我的20多万块钱，到现在一次拿不到钱。哎，你叫我心里怎么舒服啊？怎么能理解这个事情？虽然邓某不理解，但是案件的执行是不容存在丝毫差错的。考虑到邓某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涉及2起执行案件，王红找到了2起案件的执行法官，他们要商讨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经过讨论，法官们认为邓某的2起案件可以合并执行，如果申请执行人陈某同意，法官可以对邓某进行信用修复，暂时解除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人名单等措施。案子已经合并了，并在一起向我这边执行，放心，我们负责到底。那这样子你确实不方便，先把微信这些账号先给你解开好不好？好吧，我不相信你。好，邓某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可如何才能将他申请执行的28000元执行到位呢？王红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查找张某的财产。他说，无论邓某是否投诉他，他都会认真对待邓某的案子。7月20日上午，王红发现了张某新的财产线索。线索显示，张某在赣州市的石城县开设了新的银行账户。我们通过系统查控发现，被知情人张某名下账户突然多了10多万元，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前往张某户籍所在的银行进行扣换。虽然王红为邓某执行毁了10多万元，可剩余的钱又该怎么办呢？在王红的耐心劝说下，张某愿意把剩余的钱全部归还邓某。2022年7月29日，王红召集了邓某、张某、陈某3方当事人，在会昌县人民法院执行和解中心签署了执行和解书。至此，2起执行案件被成功解决。丁工，处理好了，以后我跟手吧，好不好？邓某收到执行款项后，他感到非常高兴，特意打电话过来说要送锦旗给我们表示感谢。我们说不需要，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通过这件事，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应该的，也感谢当事人对我们执行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人民法院着力抓好执行联动、职员治理、执法为民、智慧执行4大工程，创新前端控总量、终端提质量、末端去存量的执行模式，打造了赣州市首家执行和解中心，执行质量效率位居江西省第一名。工资停发数月，员工陷入困境，破产清算、收购重组，他们的难题如何化解？赣州法院纪事上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我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送下来了，开学的时候这个报名费啊，总共可能要10000多块钱。当时他就很着急吧，很着急的就问我要想办法，想了十几天呢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当时已经有8、9个月没发工资了，一直在上班，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老公呢有点子嫌弃，经常呢回家呢就给脸色。家庭日常的这个酱油买米买油买米的钱就拿不出来，摔碗筷啊，骂小孩啊，反正指桑骂槐的，搞得我们在家里呢也很困难，抬不起头。刘晓明和杨红都是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原通达汽运公司的员工。2019年12月到2020年8月是他们最难熬的日子，因为企业经营不善，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工资了，家庭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刘晓明的妻子经常因为工资的事儿和他吵架，
他说我是世界上最没用的男人，他是这样说的，女儿的，说连女儿的学费都挣不来，他就这样子说了这话，我就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也辛辛苦苦开了一辈子，差不多可以说是开了有一辈子的车了，是吧？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你还有什么意思，是吧？我当时也是，所以我很惭愧，就困在这里。和刘晓明一样，因为工资被拖欠，杨红都没有底气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本来小孩子我想带的嘞，但是工资也没有发，几个月没发工资，我小孩说妈妈我想跟你，但是我说宝贝，我妈妈我自己都承受不起，自己都没有工资，现在我在吃婆婆的，吃公公的工资发给我，我说你就跟你爸爸好不好，我小孩也同意了，不好可以妈妈，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大余县原通达汽运公司共有150多名员工，刘晓明和杨红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因为工资被拖欠，很多员工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像还有那些是在三十多岁、40岁的左右的时候啊，他们的小孩有的还更苦，有的是两个，比如说要读幼儿园了，读小学的，很多是这个情况，对吧？比如说同时幼儿园跟小学要报名的时候。拉的还更惨啊，可是亲戚朋友都借高了，都没办法。企业发不出工资，有些员工开始另谋出路。刘晓明的妻子也曾劝他找份新的工作。他说：“你都有 A1 的驾驶证是吧？这个社会上需要这么多 A1 的驾驶员是吧？你为什么就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不能够到另外地方找个工作吗？你不能在另外去挣钱吗？就一定要到这里，这个发不出工资的这个烂地方。”这样子死磕在这里。刘晓明驾驶经验非常丰富，找新的工作应该很容易，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公司，因为他和杨红等人对公司有着浓厚的感情。我从18岁高中一毕业在这里上班，结婚生子，反正婚姻家庭全部在这个车站经过。要我说，我也想辞工，但是我也舍不得，车站我也有感情，毕竟上了几十年班。一个县城肯定要有车站的，我对政府也很期待。有感情的员工还有很多，可是一家公司的运营不能光靠感情，更要紧的是要解决车辆加油保养等一系列难题，而这些难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越来越多的工人发起了牢骚。我也是一个这个车站的一个主力军，我也带了一帮子人，带了20多个员工，我也劝他们，我说大家都坚持一下，反正班我们也要上得去，我们政府会给我们解决的。话虽这样说，但杨红心里明白，只要工资发下来了，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工资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发放下来呢？他的心里非常着急。和杨红一样着急的还有赣州市大余县人民法院院长黄忠林和法官黄斌，此时他们正在着手办理大余县通达汽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要解决好这个破产案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需要统筹考虑，拿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来。于是我们大余法院迅速与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系，启动府院联动机制，协调联动，共同破题。由于其经营不善，导致其长期亏损，共计150多名员工在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里，共计700多万元的工资未发放。大余县通达汽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案是江西省首例道路运输关联企业破产清算案件，大余县人民法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复杂案件，我们不能坐谈办案，要深入一线。通过调查，黄斌法官了解到，当时大余县只有县城内的公交车在勉强运行，通往偏远山区和其他县城的公交都已经停运。一些线路的停运，特别是偏远山区的线路的停运，造成了群众出行的不便。由于公交停运，县城内出现了大量非法营运的车辆，要想恢复公交运行，黄斌认为首先要整顿市场秩序，为此他主动联系了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加大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打击力度。
我们对城际交通、城乡交通和省外交通这三类运营线路进行了一个分析和对比，发现城际交通和城乡交通是相对于比较灵利的一个线路，那么对这两个线路我们加强了一个监管，对于汽运公司的监管我们也加大了力度，对于它的利检班次便于老百姓出行，我们都提供了一些数据支撑，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要求他们要乘船通公交车，缩短这个运行的间隔时间，同时对于农村客运补贴、班线补贴，我们交通运输局也对它进行了资金这方面呢进行了一个争取。市场秩序恢复了，班车的发车时间更科学了，那恢复公交运行的启动资金又该怎样解决呢？正在黄斌法官为此事发愁的时候，黄忠林院长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原来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大余县人民政府选定大余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的汽运企业接手并承担公交运营的任务，恢复公交运行的费用由该公司承担。通过破产清算程序，最终由国有企业旅投公司对即将破产的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收购，并重组运营，实现了公共交通的规范运营和安全运行。大余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的汽运企业的主要业务是运营旅游大巴，并没有公交运营资质，为此法院立即跟进服务。那么旅投公司仅仅是从事旅游这一方面企业，它不具备客运运输资质，为此我们向旅游投资公司提出这份建议，希望他们能够申请具有客运运输这方面的资质，从而避免非法经营的情况出现。我们也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协助旅游投资公司进行一个申请和审批，使旅投符合客运运输资质。2021年12月1日，重组后的公交汽运公司正式亮相，原来的员工全部进入新公司，被拖欠的工资也一次性发放。因为现在生活更稳定了，该工资工作这些都比较好，我也重新组建了家庭，现在我的家庭也很幸福，这些员工们其他的员工也是很好，都很好，都很夸奖这个，反正现在呢企业呢我们都是都很有信心，对以后也很有希望。我是很感谢他们的，你看他们改制以后，你看不用逃避这个工资方面收入方面了，是吧？而且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而且呢最少不要跟老婆怄气了，是吧？回去以后呢工资一到手，每个月账上打了以后，他根本就不问你工资了，是不是？不跟以前一样什么时候发工资什么时候发工资，是吧？那现在这个事没有，所以家庭也和睦了，是吧？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公司的运营的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增添了20多辆的新能源汽车，一些线路也得到了恢复，从而方便了老百姓的出行。将司法为民落到实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赣州法院人永远的使命。赣州市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具有赣州特色的司法为民新路子，真正将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落到实处，不断赢得群众的认可。赣州市法院上半年整体满意度位列江西省第2名。